开始一样，先开机台，机台一样的位置在这里，在后面这边。哦，然后拍一下，在后面这边。都是先开机台再开电脑。对对对，后面这边，对，对。好，谢谢。然后，因为它会烧成空气，所以你要开这个抽风的。哦，这边，然后，然后开完机，它会自己往下，它会自己往下，一样程式是这里，好，程式是这一个，然后打开之后一样，打开之后一样跑出这个，然后连线之后它会跑出红色，然后一样是这个界面差不多，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档名。前面那边，等一下再讲。前面这是档名，然后这是存档路径，就第，我不知道存档路径有没有。然后这个是升温的，就是基本上都不会改啊，就是你就自己去调数值。就是这个前面两个一样是恒温，然后后面是就是以每分钟升温20°C到800°C，然后你也可以调每分钟10°C，就是看你的需求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，是谁用？是我刚用的。然后他一开始就是空的，然后你的有夹子吗？夹子帮我拿一下。就是他一开始是就是开机完是这样的状态。然后这是白金盘，一开始就是要空盘，先拿下去称，就是要归零，就是拿下去称，然后按这个 tail 键，tail 键它就会自己去勾，然后往上归零，然后好了之后它就会下来回来，然后现在这里就可以放样品。你说按完 tail 然后下来回来就可以。对，放样品，然后样品大概是样品是8到12毫克，大概10毫克上下，然后用好之后一样，这个横的就是它这里有一个横的那个横的，然后你要对照这里有一个横，然后就把它放了，对，要把它放好，要平，对，然后好了之后，Ctrl Sample Load。它就会开始自己挂上去了。然后回来之后要再来就是 Rise Up， 它就会自己往上。往上完就是可以，就可以开始测，然后测完之后它就会自己下来。这样就好了。好，真的有可能不用复归渣渣之类的。用完之后啊，忘了。用完之后，因为它很热，因为它升温到800°C，所以你要一个 air cool。功能。让它就是空气都让它吃空的。对，让它，它会吹气，让它冷却。好，黑警链，黑警，然后讲什么？它是什么的三段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好，这样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可以。然后用完之后，你就复归之后，你要把它，把这个就是样品都会拿出来嘛。然后因为样品它用完，它会自己把它摆这个。对。然后之后。空气吹完之后，你就把它往上就可以关进。了解。对，就这样。OK， 好，谢谢。然后一样，先关软体，再关仪器，然后再关。好。然后那边我好像忘了讲重量。应该是重量。嗯。好，那赶快回归到那。这边重量就是，押定要讲吗？押定。押定要讲吗？就是这是个押定的样品。然后要先归零，要先
称重。这是什么的？这是那个盘子 ，DSC 的盘子。然后要归零，然后归零完之后放样品，样品3到5克，然后之后放入这个里面，然后再盖盖子。嗯哼。这是不同的盖子，就是一般是，就是一般固体的话，我要考试应该是会，考试应该是会用这个，考试应该是这个，然后这个底部要朝下，然后把它摆好，然后在这边再把它压压定，嗯哼，就可以了。你是当我这里是垃圾桶是不是？然后重量是3到5毫克，3到5毫克。嗯，对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样就结束了哈。OK。